界接力嘛，然后我家人就来台湾，然后今天就要带他们来动物园嘛。然后来动物园呢，我就有一个身份，我要当妈妈了，一日就产下我的婴儿，看一下我的婴儿在哪里，他在睡觉，所以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要让他成长。直接一秒变大人，没有啦，就是我今天会做保姆的身份来照顾他，因为平时都是我妈妈在照顾他嘛，旅游了不可能还叫我妈妈照顾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直接就以保姆的身份来照顾他，现在他睡觉，所以没有什么责任，就等他醒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买票，妈妈开心吗？来动物园，开心，开心，假假的，假假的。噔噔噔噔，我们买好票了。小姐，舍得起来了哈，我们到动物园了呢。醒来了，我的蛙，嗨，嗨，讲嗨。我们去看动物 ，Go！ 我妈咪在嗨起来呀，她说要先要自拍啊。来，你刚刚讲什么？拍个人照，来摆 pose。妈咪，你在摆，这就是摆了没？你换 pose， 换 pose， 换 pose。啊，对。你这边那边死死。我小宝贝还没有睡醒。我们来到动物园。一二三，动物园。动物园。太小声了。导演。哈哈哈！第一个动物，走。笑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。动物园哦，太多伤口，很累哦。哦，我要训练一下我的体力。阿西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咦，不是很开心？我觉得我们选对时间来啊，因为哦，刚刚下午的时候哦，是晒到我觉得我都要变黑炭了。现在比较，我觉得阴天了。哇，超热的。不过等一下，摄影师，你不要一直忘记我，我现在还是很累，然后我全身都是汗。然后这个小姐，看她，她好爽啊。好，现在外面下雨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下毛毛雨。我们在休息，亲，要想妈咪吗？你平时不是这样讲的？他平时不会是想妈咪、啊？你想妈咪吗？想爸爸吗？有吗？有想弟弟吗？他现在做姐姐了，他从弟弟开始怀孕的时候，他就不想他。你要弟弟吗？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吗？他平时是讲他不要弟弟的，哇，他现在会做样子哦，来。他刚刚讲那个人是斑马，你很没礼貌嘞。他不是斑马，他是人。走，我们去看斑马。讲嗨，嗨，斑马。哎呦，虫，你看毛毛虫耶，你看在走。嗨，刚讲嗨。嗨 ，Hello。嗨，我是西西讲。噔噔，我的老虎。你看他不要讲话，他最讨厌我撸他、啊、你不要讲话啦、啊、哎呦，我的刘海，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长颈鹿，我们看长颈鹿，长颈鹿叫他哇，咦，终于拿到他的吻了，很难拿的长颈鹿。你讲既然了，你来耶、yeah, 我们跟长颈鹿合照。嗨，讲嗨，哇哇，咦，我们现在在凉亭这边躲雨，因为前两天的太阳很大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今天应该这个礼拜的天气都会很好，结果殊不知今天竟然下大雨，而且它中午的时候是超级无敌热，就是那种太阳晒到自己是会刺痛的那一种。天气的变化真的太大了，真的是猜不透。我阿妈很热哦，阿妈。啊，热热。看有人吗？你讲嗨。嗨嗨嗨嗨嗨嗨，我们来唱歌给他们听好不好？听歌，听歌，热哥哥，好爱玩的，玩的啊，好爱玩的，好爱家人，啊对对对对，哥哥姐姐嗨，你讲哥哥，哦，我姐姐，姐姐嗨，叫常勇哥哥，常勇哥哥嗨，给大家看，你说耶，耶，讲大家我漂亮吗？很漂亮，漂亮漂亮，我讲我亮。Johnny， Johnny， 叫爸爸 ，Eating sugar， 叫爸爸 ，Calling lights， 叫爸爸 ，Open your mouth， 哈哈哈。刚刚们讲你叫什么名字？王乐熙，王乐熙，王乐熙，王乐熙。阿西啊，妈，妈，西刚们讲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西西的动物园泡汤了。
打烊姨姨，你不是打姨姨，打烊。嗯，不可以打姨姨。你喜欢妈咪还是喜欢姨姨？我姨姨。你想妈咪吗？想爸爸吗？也想姨姨吗？ OK， 他是一个大爱的孩子。耶、yeah! ！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姨姨？耶、yeah! ！你喜欢妈妈还是喜欢姨姨？还是姨姨？今天呢，我就是全面获胜，我是最终的冠军。哈哎呦！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趁小小雨，赶快出来踏踏青，不然等下又下大雨，我们就真的是看不到动物了。哇，很水啊你，杨佑。我们到澳洲区，袋鼠，看到吗？噔噔，不是亚亚啦，袋鼠，袋鼠，袋鼠，讲袋鼠，坐你，躺着了，不是啦，他没有死 ，no no， 睡觉还在睡觉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，起来了，啊。妈妈，讲，现在已经下午四点了，动物园五点就关了。他刚刚就已经有 announce 讲，差不多动物园要关了。结果我们在雨那边就等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来那边两点多，所以差不多啊，没有看到几只动物，动物园就要关了。肚子饿啊，哦，好，你可以给一次吗？给一次。哦，我们终于看到狮子啊！终于可以看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啊，虽然还有没有什么代表性啊，但是至少比较凶猛一点。走，鸡，看这里啦，乌龟，妈妈，哪里啊？叫乌龟，乌龟，它都很可爱哎，东西样子很可爱。我们到狮子的园区了 ，and then 狮子跑去哪里了？哎，啊，有看到了，它在避雨，看到吗？鸡、狮子、lion， 哇！我们现在看到白犀牛，超大只的，这是它的便便。鸡、犀牛叫 Danny 哥哥 ，Danny 哥哥，讲 Danny 哥哥嗨 ，Danny 哥哥嗨。哎，孩子真的是很懂事呢，这种知识都会啊！哎呦，真乖。本来，鸡，我现在带你看培养哥哥好吗？点头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培养哥哥。新，你看到吗？培养哥哥，跟他讲培养哥哥嗨。培养哥哥嗨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终于看到培养了。哎呦，在台湾还可以遇见你，真是蛮不错的。那你什么时候投生一个小孩了？新，我们跟培养打招呼。培养哥哥嗨。新，看到妈妈。有啊 ，OK， 好，我们去下一个景点了。太赶了，我想现在哈、哦、是完全没有什么游客了，因为大家都要回啊。我们现在要以冲百米的速度来逛整个动物园。讲告急，我现在没有手拍它。我们现在希望可以去到企鹅馆，应该是最后一站了，我觉得。走，冲去看企鹅了 ，Go！ 冲啊！看企鹅跟我走。哦、oh, ，我们要进到企鹅馆了。我们终于到企鹅馆了，可是它这里写到4:50，我们试试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进来。企鹅很可爱，你看到企鹅了吗？像企鹅，可爱吗？企鹅？很可爱。妈咪像妈咪啊，妈咪你看，他讲你像企鹅，是爸爸吗？是。所以你是企鹅哦，听到吗？他们冷气关了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快点看完，快点走快点走。看，他现在牵我，代表了他喜欢我，所以我这个保姆做得非常棒。Let's go。苏怡啊，这是你以后带小孩的模样啊，可以快点了吗？好好练习啊。首先小孩应该的部分就是比较没有啦。我觉得呢，你还是先找个男朋友啦，比较好，比较快哈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 你要飞啦，你飞给姨看，飞。那个不是 monkey， 那个是假的，不用怕。你要飞啊？要飞。你要坐车车吗？要。你要飞啊？好啊，你飞哦。好，我们走路飞。哎，你要走慢慢，慢慢飞。这是什么？咪什么来了？三。你看那个镜头躲到脚。三只，我们先看三只。你要练习一下怎样抱小孩。哦，这里有一只，它在这里，哇叫啊！趴嘛，哇回它，哇，在这里。我们差不多要逛完了，我觉得这个动物园呢是有一点，来天怡，这动物园走一点太仓促啊，现在的游客已经完全没有，你们看，就是只有我还有我家人在那边走来走去。你喜欢青蛙？走了，我们要走了，亲。
你这样打还会痛啦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逛完动物园，现在我们来往大门口的方向走。就是说动物园我已经来到无数次了，应该是第四次，嘣，我觉得数不清啊，我觉得来这边太多次了，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动物园呢。希望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出口那边跟蔡长勇他们 meet， 然后我们应该可以吃东西了。我现在肚子超饿的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出口 meet 到他们了。你看蔡长乐，爸爸与女儿，长乐想要有一个孩子很久。长乐啊，小心一点啊，有什么事情都要安全，以安全为主，这是安全守则。星星讲安全，长乐哥哥带。哎、欸，不然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我啦。打开。他真的很喜欢你耶，你看他的脸，看到男朋友的表情。哈哈哈在宿舍影片结尾呢，我要带去宿舍跟你们道歉一下，对不起，这宿舍他制片不是很用心啊。对啊，真的超不用心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时候拍影片还是要看我们两个的影片，他的影片就可以有时候不用看了、啊、毕竟他是女人。你是什么男女歧视？我们只是跟观众讲，不用看实时影片就好，是，然后看我跟你啊。对，好，我的圈的是长荣圈的，我是长乐圈的。虽然我在你们冷很久啊，你们在看完啊，去他们还有东西要讲。你看实时要强迫帮拍东西。耶、yeah, ，今天的一日保姆就结束啊。喜欢姨还是喜欢妈妈？还是喜欢长乐。喜欢妈咪还是喜欢姨？姨还是长乐。长乐哥哥，哈哈。姨，哇哇，这样子。哇，开心。不要听你开心很逗。真的是结束啊！讲拜拜，亲。莫姨，莫姨。哦。抱我，抱我，抱我。等等，我们来抱来。